上呢有三堆卡片，这边呢是我们的名字，这是身体的部位，这是要做的事，随机抽，抽抽看是谁用什么部位做什么事，好恐怖啊！回心来，我先，哎呦，这次勇气蛮大的嘛，让他抽人，抽一下是谁是？我来给你抽部位，第一个，我来看你要做什么事情，随便抽一张。鼻孔，你要怎么握鼻？我以为要捅进去呢。哎呦，没想到你竟然捅进去了！我本来想，不要我的鼻孔那么小的吗？我本来以为是要捅进去的。学一点文字。那好，来，你给我画画的花，快点，画画一朵花。这怎么那么丑？这是花吗？这是蜘蛛网吗？这是一坨屎。哇，最绿了，你把鼻毛都出来。啊不要抽到我啦！你这个抽到小熊就很好玩了。大哥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就抽到我！哎呀，我来帮你安排部位，就底下这一个嘛。一个嘴，你自己抽要干嘛吧？那个吧，用嘴跳。来，小熊，你给他配乐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抽回去！哎呀，我好幸运啊！我来给你抽部位吧。用牙齿。来，我来了。什么？抽纸巾。这个好容易哦，你抽完再把它折成一朵花。不是你来，你用牙齿折一朵花。呸！这好像一只小狗。第四局。我怀疑你作弊，里面没有你的名。就是，我没有，这名字还不是你们写的。抽他，把他抽出来！我感觉听到好轮回。我想到太久了，我怎么那么开心？我感觉我会有不好的下场。来，帮你抽啊！我好紧张，用什么？哎呀！你们走开，我自己抽。姐用屁股开的核桃，吃它。不分一块给我吗？谈谈。两个。最后一轮，我来抽。你不要抽我，不要抽我。我抽的。哎，小熊。用脚丫。我来帮你抽试试。打字。那你就打一句我爱你吧。来，开始啊。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还打出一个星，什么鬼？啊，星就星吧。我每天爱你。哎，我手机要去消毒了。你这个腿不行，你这腿要去剪。